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Zumba Kids 的课堂。首先介绍我自己先啦，我叫做 George， 我是你们今天的导师。如果你第一次上 Zumba Kids 的话，简单介绍这个课堂，我们除了会学到跳舞，我们有得玩游戏之外，也有些特别的知识给大家去学习一下的。我们在动之前，就先望一望你的前后左右，有没有足够的空间给你去活动。第二，有没有水和毛巾在附近，当你要休息要喝水的时候，可以快点拿到嘛。我们今天45分钟的活动，你有没有信心可以跟我一起完成它？我们由热身开始先，我们会放简单的音乐，动一动我们的身体，松一松我们的关节，之后接住下来我们的运动部分会多一点。准备好没？如果你准备好的话，可以站起身，找一找空间在附近，前后左右都要够位的，那我们就放歌和你们一起来做个运动热身先。够唔够位啊？你哋够位嘅话，膊头兜个圈，向后嚟多四个啊，四、三，试下向前咧。Good， 非常好，嚟多四次，四、三，右脚同我搭地下，四次，转脚，系咪好简单咧？加少少手嘅运动咧，松一松手脚。我想你做个深呼吸，鼻哥吸气，挨右挨左，嚟多次，可唔可以 keep 住个笑容啊？右左，将我哋嘅身体旋转少少啊，松一松我哋嘅背脊，手可唔可以向天拉上嚟？两边再重复。向前，拍拍手咧 ，keep 住 keep 住 keep 住，有冇拍紧手噶你哋？四、三，右头，膊头向后，记唔记得仲有几多下？四次，向前。你们识不识这只歌？有没有听过这只歌？四、三，重复右脚踏地四次啊！翻转头，加埋手咧，停一停，可唔可以上下落嚟咧？深呼吸啊，唔该。右左两边，右左。Low， 你得劲。Very good， 都是两边转身。今次手可唔可以放前面啊？放喺前面，画个圆圈 ，hold 住，收翻埋嚟，细少少，喺前面。可唔可以向前行？过嚟。Just dance， 向翻后，向前，向翻后，向翻后，转身咧 ，good， 喐一喐我哋嘅手咯噃，下上，练一练我哋嘅老鼠仔咧，嚟多八次。七次，六次，下一次我哋会兜个圈上去，动作幅度大少少，可唔可以画个圆圈？画个圆圈，非常好 ，very good， 掂地，掂地，我哋热身就嚟完成噶咯噃。向前嚟呢个动作，向翻后，再一次向前，向后。Well done, good job guys， 喂，做得好好喎。接住落嚟咧，我哋唔好俾佢停啦，怀念都喐开啦。我有一只歌咧，想好快脆教你做。
只需要教你一个动作，你就可以完成成首歌噶啦。点解？因为其实个歌词里边咧会话咗俾你知，我哋要向左行定系向右行，我哋喐左手定系喐右手，只歌会话俾你知，咁你听住啲歌词就可以跟住做噶啦。但系重点嚟咯，首歌系英文嘅。如果佢话 go to the left 即系边边啊？左边。如果佢话 right hand on the floor。即是我們的右手會碰住地下，我們試一試來。那我先教了你一個動作，那這個學了之後呢，其他全部跟歌詞跳就沒問題了。準備好的話，望一望，我們會將腳打開點地下，六次、五次、四、三、二、一。站定之後呢，有個挑戰動作來了，單腳跳，然後加轉身。哇，这个好像很难，是不是？我们试一下另外一边，总共掂地下是六次的。打开这边，六、五、四、三、二、一，单脚起，转转转。不紧要，做不完的，我们一路会 keep 住练习。我放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你跟我练一练。开始。首歌叫做 Spread Love， 即系将我哋嘅爱心分享俾你所有嘅朋友。由头嚟咯噃，打开脚六次啊，六、五、四、三，转身，转另外一边，左脚开始先啦。习惯咗未啊？左脚离地。Put your left foot in the air. Put your right foot in the air. Shake, shake, shake. 四步向左边。佢话几多步啊？ Four steps to the right. Four steps to the left. 好似话会 jump 呢度。Clap your hands. Thunder clap. Jump.Clap your hands， 由头嚟过，打开六，仲记唔记得？转身，转脚六次，七，转身，今次左手啊 ，Put your left hand to the ground，Put your right hand to the ground， 听下心跳声 ，Heartbeat to the sound。几多步啊？记唔记得啊？Four steps to the right. Four steps to the left. 又嚟 jump jump jump. Thunder clap 上天 c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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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系拍手喎。最后一次，咁多位小朋友 freestyle， 随便你做乜都得。你中意嘅跑两步。Freestyle, freestyle. 我哋又翻嚟，四步向左边 ，four steps。跟住向边边啊 ？Four steps to the right, one, two, three. 最后一次啊！又嚟 jump, jump, jump。Good job！ 过嚟个镜头前面 ，high five，high five， 同你旁边嘅可能爸爸妈妈 high five， 哥哥妹妹弟弟姐姐 high five，spread love，well done！ 喂，热唔热啊？你哋攰唔攰啊？有需要饮水嘅可以饮啖水抹个汗。接住落嚟，我哋唔使跳住，因为我有啲特别嘅嘢俾你哋学一学。OK， 要饮水嘅攞杯水。攞條毛巾抹抹汗先。喺你飲水途中咧，咁我繼續介紹下個咯噃。接住落嚟嘅環節就係我哋環遊世界。今日我想介紹一個國家俾你哋認識，佢叫做哥倫比亞。哥倫比亞喺邊咧？其實咧，哥倫比亞咧喺南美洲。咁哥倫比亞英文叫乜嘢？有冇人知啊 ？Colombia， 可能有啲朋友會知道叫 Colombia。咁我首先俾你望一望啊。到底
哥倫比亞喺邊度嘅先？我呢度有個地圖俾你望嘅。哇！咁快就變咗個地圖出嚟俾大家睇啦，可以望一望先咧。我哋究竟而家喺邊咧？我哋如果係香港嘅話咧，應該就會喺呢一邊亞洲係咪 ？Asia 呢個粉紅色隔離綠色嘅少少位置，我哋香港喺呢邊。咁到底哥倫比亞喺咩位置咧？佢其實就係喺南美洲下邊呢度叫南美洲。咁我哋可能有巴西啦，有秘魯啦，有阿根廷啦。咁哥倫比亞咧，其實就係橙色呢一嚿啦。呢一嚿就係哥倫比亞啦，叫做 Colombia。咁我俾你望一望啦。如果佢個英文名咧叫做乜嘢，係點樣串嘅話咧，我呢度會有個字俾你學嘅。得啦，依邊我可以企呢邊。係啦，咁啊叫哥倫比亞啦 ，Colombia。佢哋嗰邊係講咩語言？有冇人知咧？佢哋係講西班牙文嘅。咁我哋今日除咗學哥倫比亞個地方喺邊之外咧，我哋不如教下你少少西班牙文啦。我哋平時打招呼 ，hello， 英文就叫 hello。咁西班牙話，我哋會點樣講咧？見唔到下邊啊？呢度 ，h o l a，hola。不如一齊跟我讀一次嚟 ，hola。下次揮埋手一齊講 ，hola。冇錯啦。咁如果拜拜，我哋會點講咧？拜拜嘅話，我哋喺隔離嗰字。A-D-I-O-S 叫做 Adios Adios 一起講一次來一二三 Adios 但不要走住我們一會落堂的時候再重溫一次才講 Adios OK 看一看哥倫比亞的國旗呢就是這三個顏色的黃色、藍色和紅色記住它了那有沒有人知道哥倫比亞最出名的是什麼呢其實哥倫比亞咧，佢哋嘅咖啡係好出名嘅。我諗咁多位小朋友，你哋唔會飲咖啡嘅啦，可能爸爸媽媽、爹哋媽咪會飲啦，你哋可能未必會飲嘅。咁佢哥倫比亞咖啡係非常之有名嘅。但係今日我想再介紹多一樣特別哥倫比亞嘅之處俾大家知道。其實哥倫比亞除咗咖啡之外咧，佢哋嘅跳舞都好出名嘅喎。咁到底喺哥倫比亞佢哋係跳乜嘢類型嘅舞咧？佢有個舞叫做 Cumbia，C-U-M。B-I-A 一起讀一次叫做 Cumbia Cumbia 他們這個是他們的民族、音樂節奏和他們的傳統舞步我們今天就學一下其中 Cumbia 的兩個動作第一個叫做 Sleepy Leg 大家英文 OK 嗎 Sleep 即是為什麼 Sleepy Sleepy 即是很眼睡有隻腳很眼睡就要拖著它走咁第二個動作叫做 Sugar Cane Sugar Cane 如果譯做中文即是解做蔗，平時我哋飲蔗汁咧，就係嗰個蔗啦。咁我哋呢兩個動作今日學咗佢啦，然後我可能放一隻 Cumbia 嘅音樂俾大家去練習嘅。準備好嘅話，咁我又將我後邊嘅嘢首先攞走佢咯。咁你先見得清楚我跳舞嘅部分嘅。一、二、三，冇咗。好，咁多位小朋友又企起身啦。我哋首先學 Cumbia 嘅第一個動作，我哋叫佢做 Sleepy Leg。幻想一下，我哋側邊有條河你要跨過條河，你會點做啊？只腳跨過去，咦？但係呢只腳瞓著咗喎 ，sleepy leg 好眼瞓，我哋要將佢整醒，不如將佢拖喺啲水裏邊啦，打開腳，拖佢喺水裏邊，打開腳，拖佢喺水裏邊，咦？我就嚟出咗鏡頭啦，翻轉頭，踏一步收翻嚟，踏一步收翻嚟，嚟多一次。喂，非常好喎、哦！我哋嘅身體都有喐動噶，試下左右啊。係啦，咁我哋一路做住呢個動作嘅時候，我哋會打開腳啦，挨過嚟，收翻只腳，挨過嚟，收翻只腳。有冇發覺呢只腳好似瞓著咗覺，要拖住佢走咁啊？另外一邊，四、三、二、一，咦？我雙手好似冇乜嘢做喎、哦。嗱，如果我哋上緊堂嘅係。女仔嘅話咧，哥倫比亞嘅女仔咧，佢哋會有條好靚嘅長裙，好多好多布嘅。咁你要咧將佢打開咗先俾大家睇到，咦？條裙原來有好多嘅顏色喺度嘅喎。咁我哋可能會揸住條裙啦，做一個 show off 俾大家睇下條裙有幾靚。你會見到咧，一間就翻嚟俾張相你再睇多次啊。一個好多好多布嘅，拎上嚟就會見到，哇，好靚啊嗰個 pattern。如果男仔嘅話點算咧？男仔我哋會單手放喺腰。一隻手揸住個燈籠先，因為啲女仔想去跳舞喎。我哋做 gentleman 做男士嘅話，我哋要
帶啲女仔，咦？嗰邊好似有個舞會喎，不如一齊去嗰邊跳舞啦！攞住個燈籠，我哋男士可以揸住條腰啦，揸住個燈籠啦。女仔嘅話咧，就係、是、展示一條裙有幾靚俾大家睇。咁我哋可以向都係呢個方向啦，即係你嘅右邊試下咧。一、二，嚟多兩個，三、四，轉一轉方向。一、二、三、四，不如試下喐快少少咧。準備好嘅話。Go 四三二一，翻过嚟四三二一。嗱，下次我示范个女仔嘅版本俾你哋跟一跟吓，幻想一下一条好长嘅裙，俾展示下俾大家睇，究竟佢有几靓。向我哋嘅右边移动 ，Go 四三二一，翻嚟左边四三二一 ，Good。呢个动作记住咯，佢叫做 sleepy leg。因为有隻脚好像睡着了觉要拖着它走的意思。第二个动作我们叫做 sugar cane。sugar cane 即是蔗呢，刚才介绍过。那我们平时要整蔗汁呢，就要将蔗斩开它，要变成细枝一点才可以整到蔗汁的。那我们的手呢就是用来斩蔗了。拿这只手举高向前斩一次，跟着上天空准备。下一次我们又来向前斩。准备最后一个，斩向前，翻嚟，可以放松，暂时 OK 嘛？咁我哋嘅下半身要做咩呢？我哋会有三个方向，第一个前面，好重咁样踏出去；第二个系侧边；第三个系喺后边。总共踩咗三个方向，跟住我哋再翻嚟侧边准备一次啊！向前踏一个，一侧边二。后面三，翻翻嚟侧边第四，完成。我哋可唔可以将手同脚嘅动作摆埋一齐？依边手同一边脚向前斩，准备好放翻后啊！第二次咯噃，向前斩，翻嚟中间唞一唞，最后一个啊 ，good， 完成。不如试下另外一边啦。呢边我哋嘅左脚系咪？试下左手同埋左脚，不如直接嚟啦，横掂都学咗啦。向前一，侧边二，后边三，侧边四，再嚟过一、二、三、四，最后一次一、二、三、四，可以翻嚟中间。准备好嘅话，我哋学咗两个动作，第一个叫做 sleepy leg。即是拖住只脚行咁嘅意思。第二个叫做 sugar cane， 即是蔗嘅意思。咁我哋不如试下放一只 Cumbia 嘅歌俾大家听下，顺便俾你练一练呢个动作。原地行住先啦，手放腰侧边，右脚打开，脚收入嚟，嚟多两次啊！咦，我仲喺镜头系咪 ？Good， 翻转头。四开入嚟，三开入嚟，太慢了，好似望一望个身咧，记唔记得我哋有加个新嘅摇摆？冇问题嘅话，身同脚同步一次过嚟，向右边快少少啊！四三二，转一转左边，俾多一次我，嚟多个，嚟多个。记唔记得我哋好似只手都仲未加喎？不如我哋加埋手嘅动作啊！男仔单手 OK 啦，女仔可以双手。翻转头，翻转头。不如我试一个女仔版本一齐嚟，两只手翻过嚟。你觉得可唔可以再做快少少咧？不如试下咁啊 ！hold 住。哇，咁快得唔得啊？男仔嘅版本快，左边，好似非常好啊！转一转动作咯噃，我哋嘅 sugar cane 借动作，净系做一手先啦。我哋跟住个节奏，脚唔使喐，练一练手动作，向前四三。一向前四三，手唔使喐啦，不如试下脚嚟今次。
前側邊後邊側邊四三二手腳同步，唔係好快啫，嚟多兩次得唔得？嚟多兩個練習，最後一次，換一換左腳同左手。我哋呢邊做幾多次好啊？不如都係做翻四次啊！嚟多兩個，向前，一、二、三、四，最後一次。好住，休息。Good job, well done。停一停音乐先啊。头先我哋学嘅两个动作，一个叫做 sleepy leg， 一个叫做 sugar cane。我亦都可以再俾你睇多次啊。我呢度其实有一个准备好嘅 background 俾你望一望。得啦，系啦，冇错。第一个叫做 sleepy leg， 第二个叫做 sugar cane。有冇见到嗰个小朋友着住嗰条裙？是不是很多顏色很漂亮呢？那這條是他們的傳統的服裝來的，所以呢他會看到他的手其實都已經拿過了一條裙子，給大家展示一下他有多漂亮的。 OK， 有沒有問題？沒有問題的話，來到我最喜歡的環節，就是今天我有一隻特別流行曲想跟你做一個 breakdown， 教一教你們的。這隻歌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啦，但是我自己就很喜歡的。準備好的話，我們學一學這隻歌究竟怎樣跳呢？我亦都要將個 virtual background 移走咗先啦，如果唔係你睇唔清楚噶啦。Boom， 搞掂。好啦，嚟到呢段。首先我哋第一部分嚇，音樂一開始嘅時候，我哋會打開腳，打開 ，fing fing， 打開，做完右邊做左邊 ，fing fing， 打開 ，fing fing， 呢個有冇難度啊？嗱，試多最後一次，同我一齊做。右邊打開，收翻埋嚟嘅時候，手會揈兩次啊！準備 ，Go！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冇問題係咪？嗱，即刻試一試，我播只歌俾你聽下，睇有冇辦法可以按住呢只歌同埋呢個節奏練一練。準備，四、三、二、一。I used to bite my tongue and hold my breath, scared to rock the boat and make a mess. 快唔快得滯？我哋練多次咧。右邊打開，開，揈揈開，揈揈。啊！得唔得啊？暫時呢個 O 唔 OK 先？好似快咗少少啊嘛。我哋再試多一次咧。三、二、一，開始。Yes. OK， 我哋揈完嗰首之後咧，好簡單，就咁手向前落，向前落，咁我哋就完成第一段音樂嘅部分。由頭嚟一次啦噃，打開腳，開。揈揈開，揈揈開，最後一次，中間上落，嚟多一次，然後重複開，揈揈開，揈揈手開，最後一個啦喂，上面上去拉落嚟，上去拉落嚟 ，OK， 最後一次，我哋練完呢段咧，我哋再加下一部分。右邊打開。I used to bite my tongue and hold my breath, scared to rock the boat and make a mess. So I said quietly. 落翻嚟。Agreed. 右腳重複咧。I guess that I forgot I had a choice. I let you push me past the break. 十呼吸。I stood for nothing, so I fell for everything. Good. 好啦，下一段咧，我哋呢個叫第二 part。第二 part 我想你咧。拳头打上天空，一、二、落嚟，我哋会望咗去右边，跟住转一转，一、二、落嚟，望去左边，一样上上落，上上落，上上落，上上落。咁呢个动作我哋会做几多下咧？我哋会做三次，
望望咯，三六二，最后一个，然后 hold 住呢一度 ，shake shake shake， 我哋个膊头系上下上下，然后我哋再做多三次拳头咯，上落上落上，膊头膊头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得唔得啊？不如由头试一试咧，我哋记一记翻第一个动作啊。右边先咧，打开脚啊。I used to bite my tongue and hold my breath, scared to rock the boat and make a mess. So I said quietly. 一次。Agreed to lie. 打开。I guess that I forgot I had a choice. I let you push me past the breaking point. I stood for nothing. 准备好嘅话，我哋拳头。一、二、三，膊头。三、二、重复一次咧，拳头。But I got up。我等。有个好消息话你知，我哋学咗一半啦，呢首歌已经。哇，咁快就学咗一半啦！冇错，下一段我哋会向前行。我哋点样行呢？会系一、二、三、四。我想你一路两边踏嘅时候，同时会向前移动。但系未向前行之后，之前我哋试一试呢个先啦。打开，闩埋，打开，闩埋，打开，闩埋，打开，闩埋。我哋总共做咗几多下？四下。嚟多次咯噃，四、三、二、一，之后咧，我哋再打开多次，但系就唔好闩埋只脚。我想你将个膝头哥拎高，四、三、二、一 ，OK。成组摆埋一齐嘅话咧，我哋会有四个踏入嚟。下次系。拎高膝头，膝头哥，膝头哥，最后两次都系啦。只手好似好闷，可放侧边，不如你俾少少嘢佢做啊。Step touch 嗰阵时，两边我哋手拎起，四、三、二。当你做膝头哥嗰阵时，拳头向下，拳头向下，打翻开，四、三、二、一。膝头哥，膝头哥，膝头哥，有冇问题？不如试下呢个动作，一路向前移动咧。试下手举起 ，step touch 四次向前，四、三、二、一 ，hold 住呢度，膝头哥四次，然后向翻后，一、二、三、四，膝头哥四次。记唔记得先？如果咧屋企唔系好够位，前后移动嘅话咧，你可以原地做嘅，唔使一定行前，得唔得？不如我哋试下将成首歌暂时学咗嘅嘢连埋音乐一齐试咧。Good luck！ 向右边打开，记唔记得？揈揈手，深呼吸。嚟多一次啊！右边，深呼吸，跟住系打天空啦吓！右手先上嚟，膊头记唔记得？每次做三组、两组、一次，再嚟过。Help me down, but I got up.Step touch 向前，四、三、二、一，膝头哥向后。哇！记唔晒唔紧要，我哋再会重复嘅一阵间。
但是接住落嚟，我哋即刻教埋下一部分，因为差唔多学晒噶啦只歌。下一段佢嘅歌咧会唱 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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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 我哋手会咁样，侧边上嚟呢度 wo wo wo， 上嚟呢度 wo wo wo， 嚟多两次，哈哈哈，落去，哈哈哈，就系咁啦。整首歌要学的动作就学完了，有没有可能由头到尾跳一次呢？你觉得试一下呢？挑战所有大朋友小朋友， Katy Perry Roar。 I used to bite my tongue and hold my breath, scared to rock the bed and make a mess, so I sit quietly again, agreed but 重复右边。 I guess that I forgot I had a choice, I let you push me past the brink. Breathe in, I stayed for not a thing, so I fell for everything. 拳头上天，you held me down but I got up, 膊头两次。But I got up. Get ready, 'cause I've had enough. I see it all. I see it now. 嚟到我哋向前移动咯噃，上嚟。膝头哥四次。重复，重复，重复。兜个圈上嚟，最后一次，翻嚟中间，右头打开，平手记唔记得啦喂 ？Breathe in， 拳头唔该上面。Two more sets. You held me down, but I got up. Get ready, 'cause I've had enough. I see it all, I see it now. I got the eye of the tiger, dancing through the fire. 'Cause I am a champion, and you're gonna hear me roar louder, louder than a lion.一路重複就係咁啦，繼續繼續繼續，深呼吸，攰未？我哋嚟多少少咧 ，freestyle。最后一段向前，到你完成啦！一齐做个深呼吸咧！啊 ，Good job，Welcome！ 咁多小朋友，可以俾少少时间你哋去饮个水，好唔好啊？一分钟时间。飲水飲水飲水，等我準備一下下一部分，因為我哋要嚟玩遊戲。應該你哋飲水好快啦，頭先講咗可以將啲水放喺旁邊，咁你就好快可以攞到啦。準備好嘅小朋友，我哋介紹下下一個遊戲先。这个游戏呢，如果你有兄弟姊妹啦，或者爸爸妈妈在旁边的话呢，会再好玩一点。但如果你一个人玩不玩得呢，更是玩得啦，一个人都可以玩的这个游戏。那要做些什么呢？
如果一陣間喺我嘅後邊出現咗一個咁樣顏色嘅動物，佢一隻蝴蝶 butterfly， 我想你哋做一個蝴蝶嘅跳舞方法。蝴蝶會點樣跳舞呢？你不如諗下先啦。我想你按住個音樂，音樂一路放嘅時候，你可以好投入，變成一隻蝴蝶。你想周圍走、周圍飛嘅話，都冇問題嘅。但係如果後面出現係呢一個動物嘅話咧，佢一隻馬騮嚟嘅 monkey， 咁你就要模仿一個馬騮嘅跳舞方法。我哋仲有啲乜嘢動物喺後面會出現啊？得啦，我哋會有兔仔 rabbit。咁兔仔嘅話，可能會原地雙腳跳啦，或者周圍跳都得嘅。我仲有一個，不過呢個咧唔算係動物嚟嘅。咁你又估係咩？嗒啦，機械人。如果你見到係呢個顏色同埋呢個機械人嘅話，我想你模仿機械人嘅跳舞動作，準備好未？如果我一陣間咧出現呢一個圖案嘅話，咦？點解有兩個動物同時出現嘅？哇！如果你係屋企人，有爸爸媽媽或者兄弟姊妹同你一齊上呢一堂嘅，咁我哋企喺右邊嗰位朋友，右邊嗰位就要做蝴蝶嘅跳舞動作，左邊嗰位就要做馬騮嘅動作。你估下你可唔可以做到呢件事呢 ？Yes， 咁我放一隻歌出嚟，你哋呢一刻係任你哋跳乜嘢舞都得。但係當你見到嘅唔同動物，你就要模仿佢哋嘅跳舞動作。我哋先嚟一個簡單嘅版本咧，我哋由馬騮開始，音樂嚟啦。Vamos con el ritmo, cintura, rodilla, el piso, bye, pasa el limbo. Vamos con el ritmo, cintura, rodilla, el piso, bye. ¿Qué opción de wiki no tiene que tomarle? Le doy un pie de wiki, pero hay fila.不如我哋又試下機械人 robot。今次我哋做。如果屋企人喺旁邊，爸爸媽媽、兄弟姊妹喺隔離嘅話，不如試下我哋兩個人做同一動作咧。今次我想你試呢一個版本，一半我哋要做兔仔，一半要做機械人。我哋又轉啦！睇下隔離嗰個扮得似唔似個馬騮先。如果你是一个人在家的话，在这个时候你喜欢做蝴蝶又得，你喜欢好像马骝那么跳都得。好，现在全部变成兔仔了。我最喜欢这个。最后30秒，最后20秒，最后10秒。好啦，完成 ，Good job everyone！ 头先呢个咧，我叫佢做 background dance，background 即系我哋嘅背景，背景舞。如果你见到后边嘅背景系马骝，就变马骝。
是蝴蝶就变蝴蝶，希望那个游戏你玩得开心，觉得有趣啦。咁接住落嚟咧，我想好快脆重温一次我哋头先学嗰只 Raw Katy Perry 嗰只歌啦。重温完之后，我哋做个简单嘅 cool down， 就完成今日嘅课堂，好冇 ？Yes， 我哋嚟嘅啦噃，放翻个音乐出嚟先。最后一次，整只跳晒佢，打开。I used to bite my tongue and hold my breath, scared to rock the boat and make a mess. So I said, "Agreed to lie." 这边 I guess that I forgot I had a choice. I let you push me past the breaking point. I stood for nothing, so I fell for everything. You held me down, but I got up. 膊头两次 brushing off the dust. You hear my voice, you hear that sound.Shake the ground. You held me down, but I got up. Get ready, 'cause I've had enough. I see it all. I see it now. I got the eye of the tiger. Dancing through the fire. 看翻后，如果你屋企前后唔够位嘅话咧，喺侧边做就得啦。由头嚟过，打开。深呼吸，拳头打上天。你记得嘅话，不如我今次睇你哋做咧。仲有两次啊，拳头。向前移动，翻后，最后一次，今次我哋会做耐少少，继续继续继续。Last one， 深呼吸，好似有少少攰啦噃。鼻哥吸气，鼻哥呼气，呢一段我俾你 freestyle， 随便你做乜都得。有你过，向前，向前看定系两边，自己拣啦。Good job， 非常好啊！我哋最后做个简单嘅放松咧。我今日做呢只，我哋今日都跳够咯，嗬！唞啖大气先咧。Your love is like a soldier, loyal till you die。记唔记得我哋热身动作啊？试下。转一转，今次可以放松做，唔使太大力。Burn. 吸气上去，落翻嚟，一只一只，手放前面，
love like ours. You light the spark in my bonfire heart. 重複，右手。People like us, we don't need that much. 向前面。One that starts the spark in our bonfire hearts. 彎我哋嘅右腳啊！向后坐少少，心口仍然在前面，我哋感觉下大髀呢个位置拉住啊，转一转，简单嘅放松同拉筋，翻嚟正中间咧，捉住两个大髀，心口拎高晒，膊头咯，转一转另外一边，卷个人上嚟。Well, today is our turn. 吸氣。Days like these. 鼻哥，呼氣。Nights like this. 手向前。Need to love like ours. You like the spark in my bonfire heart. 記得咯，嗬。We don't need that much. Just some one that starts.我哋转一转身，望向侧边少少啊，膝头后面弯落去，感觉下大髀拉住。今次我想你向后坐，向后坐，脚趾指向天，转一转望埋左边。我哋首先做个后膝头弯曲。将你个 hip 推前少少，大髀呢个位置拉住，坐后，脚尖指向天，最后少少啦，汗杯，我哋个手要推喺前面，手放后边，打开我哋嘅心口，鼻哥吸气，可唔可以将只右手举上天，挨过嚟？转一转，翻中间，最后一次，单手上天吸气，右边，左边，落翻去，行前少少。鼻哥吸气啊，心口打开，上晒去，双手合埋落嚟。Good job！ 多谢晒咁多位小朋友同大朋友今日同我一齐上咗呢个45分钟嘅 Zumba Kids 嘅课程。有兴趣嘅话，我哋会有更多嘅课堂，可能下一次你要学到更加多唔同国家嘅知识。记一记翻，我哋今日学嘅系。哥伦比亚叫做 Colombia， 有冇人记得佢个国旗嘅颜色系边三个啊？黄色、蓝色同埋红色。佢哋最出名嘅系乜嘢啊？咖啡。仲有佢哋嘅舞蹈叫做 Cumbia。今日我哋学咗佢两个动作啦，一个叫做 Sleepy Leg， 好眼瞓只脚要拖住佢先肯走嘅。第二个叫做 Sugar Cane， 即系谢嘅意思。希望你哋今日玩得开心，下次我哋再见，拜拜。Thank you.